Yo， 大家好，我是 Harry， 来自 Audio to You 的。那么今天我想介绍呢一台呢，现在目前最新也是最火爆的一个声卡。那么这个声卡呢是来自森伯乐的 Bose B6 Plus 啊，这个是一个 B6 Plus 的一个 model。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介绍这个呢，是称为它是一个声卡王。那么这个声卡王呢，它这个这个森伯乐呢，最近呢就是出了一台就是全新的一个 Plus 的。那么这个的分别呢，它这个非常的处理，它那个声音的音质呢是非常的美哦。那么现在我搭配了我这个麦克风，来自 Ultron 的一个 CM6 Lite 因为之前呢是配其他的一些的麦克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最新的一个款式的一个麦克风。那么这个麦克风呢是特别呢是有一个灯哦，这个灯呢是一个蓝色带蓝色灯 LED 呢，就是打在这边的话是非常漂亮啊。然后呢这个本身这个灯呢是一个48W 的一个灯，那么它这个呢是diaphragm， 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大振膜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的那个音质呢是非常美。首先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声卡呢它的声卡就是分别呢就在于它跟之前呢不一样的，就是它已经是有带有那个降噪功能的一个芯片在里面了。然后这个声卡那么多声卡当中呢，它是属于其中一个呢是最稳定性音质最好的一个其中一个声卡那么还有呢就是它不一样的，就是它已经有音量可以调节那个大小声比如说现在我按这个大小声的话，我可以调大声一点小声一点这个是很多现在目前很多在主播呢范围上呢他们都有需要到要大声或者小声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增加了它的电池，那电池的话呢它已经就是可以长达大概是6-8个小时是没有问题。那么还有这个呢它的这个它的麦克风呢它已经是可以做到是它有一个 SLR 的一个头 OK， 那么它还有一个 6.5 的这个头，这个头呢可以方便就是我们可以接入一些的麦克风或者是一些那个乐器的那个头都可以接入，这个是一个 universal 来的那么这个呢它还是可以就是已经upgrade 了，就是更新了，它可以支持 OTG 的一个立体声如果是你是 iPhone 的或者是 Type-C 的那个使用者的话呢，那么可以这边它有给你那条线就是 Type-C to Type-C 或者是 Type-C to iPhone 的话呢，它就不用用那个圆头那么这个是录出来的话呢，它的那个立体声是非常漂亮的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最新款的森伯乐 Bose B6 Plus OK。 有现在呢我用使用的这个麦克风呢是来自 Ultron CM6 Lite 带 LED 蓝色灯，美了。月亮冷冷地挂在天上，他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升起花对唱起歌跳起舞来，乘着酒意诉说这一生的悲喜。月亮你别再柔情似水，我的朋友你别再多愁善感，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离一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Esa de Sambor, esa de Sambor, esa de Sambor, ya chuna de Sambor. 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离一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所以呢这个呢它的录出来呢你要录 cover 也可以，就是要直播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唱歌的话呢，这一台呢可能可以说是最后一台的你的声卡。那么这个录出来我本身自己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要录 cover 的话呢是非常适合 OK。 那么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如果有更多疑问的话，想知道这个的配套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搭配不同的那个麦克风 OK 让你知道 OK。 See you。